然后这个，这个是什么牌的？然后这个电大，然后这个老色西呢，他们这个庙呢，只要到那种什么节庆啊，不会搞，他们就搞很多老人活动。刚才我吓到的原因是因为那台车前面竟然没有那个，啊，没有车标。对，还想说正常来讲哦，有这种车子，这是现代。对啊，你至少你那个向德的那个你要显示出来。反正这个社区就是，跟我家这条路啦。因为我家这条路就是常常一堆有的没的，什么人家淡江市他也在那边跟你红罗啦，然后什么中秋节在那边跟你封路啊，人家就是他想封路他就封路，反正就是办有的没有的活动他都会那个了。对啊，他就给你封路一下了。然后办就是办个中秋节。办个中秋节活动，然后这边正式的，正式的怪叫。车子真的蛮多的。没有啊，没有啊，那随便拍而已啊。干嘛？然后那个。没。干嘛？百万 YouTuber？ 没有，什么百万 YouTuber？ 百万 YouTuber？ 现在是因为有你变成十个订阅者，感谢你。网红游击，我们要打败。这很扯哦，我那个最高的你知道是什么影片吗？白冷冰棒，得有651个人。我们要打败那个什么？我们要打败整蛊。也不要，反骨男孩太狂了。我们要打败阿迪乌野。好。那我们打掉弟妹。不要不要不要，我不要跟弟妹干着做，因为原因是因为他家饮料店我还蛮喜欢喝。那我们打掉那个特太太。要不然你刚才讲台南驾驶好了。伯恩，你们家还是有人在叫外送的吗？有啊。对啊。